可以可以一起刷咯。要在好友那边然后开门，这样就可以一起玩了。首先呢，你要点这个面具点起来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搜寻好友，你要打你朋友的 ID， 然后你就会有好友，把他加入之后呢，就会出现在这里。那这边是这里啊、哦，这里就有一个可以邀请他，就会在你好友名单里面，你就邀请，中间这个是邀请他。啊，他如果进来之后，你就点这一个，这个是进入那个组队一起练功的区域啊、哦。这一个按钮啊、哦，我们刚刚有翻译啊、哦。它在这里叫做派对区域移动，你就可以移到那个派对的区域了。好，你去开船点看能不能让我踩，不太相信它可以给你那样开。来，我看一下啥，任务没有完成，无法移动到相对应的区域哦，跟那个巴尔一样啊。你古代人没有打，你怎么直接走那个毁灭之石，对不对？意思一样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组队跟开船点的一些受限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样大家会了吗？